今天店里来的是我们的撒娇金糖果，别看这么大，只撒起娇来可是一把好手。主人说最近要带它出去玩，所以来做个美容。今天是个大活，全身手剪精油护理，先给糖果修个指甲，这脚比人手都大，指甲太大只能用指甲锉打磨，不想磨就开始撒娇，发现不管用只能乖乖接受了。虽然很大只，但是超级喜欢抱抱。调精油的空隙给糖果拔个耳毛，只要是他不愿意干的事就会卖萌撒娇，不要拔我的耳毛好不好吗？拜托拜托，为了你的耳道健康只能狠狠心了。如果耳毛比较茂盛，阻碍狗狗耳朵内外部空气流通，容易滋生细菌，拔完后用滴耳液清洁耳道。做精油护理前先把狗狗的毛发灰尘清洁干净，变成了拖把狗，把多余水分擦拭干。冬季干燥，毛发缺乏营养，容易有静电打结，添加了柔顺修复亮毛防静电的精油，涂抹全身毛发，一遍按摩一遍加热。不喜欢吹风，顺便给我来了一套打五边。看这小胖脸肥嘟嘟的，洗澡护理美容一共花了5.5小时，全身手剪很考验美容师的技术和体力。